记忆是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你可能忘记今天是周几，来吃吧。忘记按时订外卖，谢谢。忘带家门钥匙，甚至忘记食物的保质期。但有些人，你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他也没问过你的名字，而你却始终无法忘掉。晋升项目组组长的日子，走啊！我请大家喝奶茶。什么情况？林奇在里面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记得把工作进展汇总给我。姐，是我画的不够好，还是叶熬的不够多？坐。坐呀。我也刚知道林奇和老板有关系。什么关系？要什么关系？是要我现在去跟老板搞关系吗？够了，莫伊，现实就是这样，很多东西不是努力了就会有结果的，要么忍，要么滚，最简单的职场规则。不用我教了吧？悟空，悟空，我最近太倒霉了，你要不显显灵，再救救我。初二那年，我遇到了这个让我永远都忘不了的人。别走啊，妹妹，哥带你出去玩玩。跟哥几个出去耍耍，你走开，别过来。我看你衣服有点脏，哥帮你洗洗。走啊！我要回家。放开他！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是他救了我。小朋友，哪儿来的？哥带你出去玩玩。没事吧？今天是遇到他的第十二个年头，每年我都会许一个愿望，只要别太过分，每次都还蛮灵的。保佑我顺利的升职加薪，顺便赐我一个像你这样的男朋友。这个愿望这么过分吗？大明星，什么事啊？这么晚啊？你这也买太多了吧，一个人根本吃不完。我跟你一块儿吃啊。哎，我去三亚拍戏了，给我当三个月助理，免费玩一趟，去不去？不去，忙着呢。忙啥呀，你那些破话痨能养活自己吗？要你管。哎，要不然搬我家住去，我家大 house 有是房间。你看你这小区破的什么呀。哎，不是谁要住你家的？那等两天被你的小粉丝说成是绯闻女友，还要不要找男朋友？
哎呀呀呀呀，找男朋友？哎，你这是开窍了呀？哎，谁跟我说我心里只有工作，只有学习，不找男朋友？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呢。哎，别乱说啊！你要再这么乱说，我就把你小时候光屁股抓出来给你看了。我什么时候光屁股？而你的痕迹填补着时光的缝隙，烙印在我的全部的气息。两年就画了一部，放到网上连个水花都没有，这个投入产出比，你要是我的话你怎么做呀？不是你没才华，是我们公司太小，兜不住。哇，怎么了？有个漫画进前三了，照这个趋势要冲第一啊。什么漫画？有雨。老婆，我的漫画出版了，你高兴吗？你居然背着我做这种事。那又怎样，他可是沙迪奥集团的总裁，身价过千万，已经答应和他结婚了，明天我们就去办离婚。你的漫画在佳士得拍卖中以五亿成交，你现在是亿万富豪了。既然你这么爱他，明天我们就离婚吧。老公不要啊。看来你们地球人的情感果真是脆弱的不堪一击，受死吧，鱿鱼侠！混蛋，居然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故意派屈躬。你这画的都什么鬼？偷情外星人，龟派气功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我说了我不想画，你非要让我接这种题材的项目，画出来就是这种垃圾喽。曲社长，我觉得我很有必要说明一下，小游创作这个故事他的初心呢。好，非常好，好就是游老师，游老师就是好。我相信以游老师的人气，这本漫画必须大卖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再继续画下去。难道你没看出来我这么做是故意想把他们赶走吗？那你想画什么？没想好。两年一部，有时候一部都画不出来。任等你灵感来了，那咱们还要不要过好日子呀？你好不容易有了点流量，还不抓紧时间套现一波？真等那人傻钱多的都走了，你以为你还是个人物吗？我这么做就是砸我自己的招牌，不可能。流量为王的时代，哪个大师没有点恰饭的作品呢？人家出版社可是把定金都打了，咱不要跟钱过不去，是不是？做这种事，那又怎样？他可是沙迪奥。既然你这么爱他，明天我们就去办离婚。情感果真是脆弱的不堪一击，受死吧，鱿鱼侠！鱿鱼，鱿鱼，你把门打开好不好？鱿鱼，鱿鱼，你开门啊！哎，鱿鱼，鱿鱼。你现在的生活美好吗？一点儿也不美好。要不要来新的世界？我连关电视的资格都没有啊！啊！No.
开好不好？刘宇，有话咱们好好商量啊，咱们好好商量，你把门打开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怎么回事？连个橙子都拿不动吗？谢谢啊！哎，哎哎哎哎哎，什么时候变这么花痴啊？你眼珠子掉地上了！我想工作呢，不行啊！想工作。这钵钵鸡你吃了绝对忘不了，每天只做100份，多一份都不做。刚刚那是他吗？排了个100。不可能，幸好只是长得像吧，但也不可能那么像吧，会不会真的就是啊？哎，好烦啊！早知道刚刚上前问清楚好了。哎，有没有听我说话呀？钵钵鸡也不吃，想什么呢？嗯，好吃好吃。嗯，我看谁给你带的，怎么样？对你好不好？好。当然好了，你今天对女演员好，明天对女粉丝好，想起来的时候对我这种老兄弟好也好。当然了，公司找你的时候，公司最好。都是工作，怎么能跟兄弟比呢？那我们打赌了，今天你肯定还会被公司调回去。不可能，今天是兄弟局，工作的事情往后推，我这就关机。喂，哎呀，不要推我，你不要推我，大姐，我咋个就不能看监控嘛？大姐，真的不能看呐，你看监控几乎也开，我就是要看他昨天那个小人是不是欠我屋头的。你不要为难我好不好？我就是想借一下，我就不要回去。大姐，你出去。我不能出去。我喊你马上出去。让我看。我跟你三个人声音小点。我不得走。你不要吵到别个。2020。怎么能有通告呢？这么晚都几点了？行吧行吧，勉为其难吧。快去吧，大明星。太红，太红。先走了，博客说带你买啊。知道了知道了，慢点啊。这钵钵鸡还真挺好吃的。怎么又回来啦？你好，我是。
等一下啊，我家那马桶爆了，我得赶紧堵上。莫姨，莫姨，你可以啊你，这愿望许够灵的。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厕所修好了。不好意思，其实我是想……可以，都可以，请进。我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有点难以理解，但是呢，你在听吗？我在想，你要不要吃钵钵鸡啊？这家的钵钵鸡一天只卖100份，多一份都不卖。谢谢，不用了。那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我说我可能是从2015年穿越过来的。穿越？穿越？真没想到，原来咱们住在同一个小区。如果以后你怕的话，就跟我说，我们可以一起走啊。哎，哥哥，你住这儿的话，我以前怎么没看见过你呢？我是刚搬过来的。谢谢哥哥。我知道穿越这种事情可能会有点难以理解，但是我理解。你是从2015年通过电视机穿越到2020年的我家，对吧？对对对。五年，大我5岁。你以前不会是住在新小区吧？你怎么知道？难道真的是你啊？不好意思，这电视我可以修一下吗？我来。我们房东说这个电视机年份太老，不好修。其实我觉得你可以。轻一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明天找师傅来修吧。我认识一个很厉害的师傅。那也只能这样了。那我先出去等。哎，别，外边多冷啊。我室友刚好搬走了，空了一间房，你就在这歇一晚吧。别了，这样太打扰了。不打扰，你等一下。不会吧，他今天要住我家，我怎么会单身？这个多好身，我怎么一件男士睡衣都没有？我怎么会有男士睡衣？我说我要是没有男士睡衣，他就不住我家了，怎么办？先给他选个抱枕吧，我小猫，他小狗，可可爱爱长相守。他要是觉得我幼稚怎么办？我把我又香又软的枕头送给他，他一定可以睡个好觉。又香又软。他不会觉得我有什么不好的暗示吧？你们什么房子送什么？怎么办？妈妈，梦想妈妈，住点什么好？梦想妈妈，梦想妈妈，梦想妈妈，我想不出来。来，浴巾、毛巾。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墨鱼。墨鱼。我叫鱿鱼。鱿鱼。那你快去洗澡吧，鱿鱼。谢谢你，墨鱼。不好意思，有没有多余的牙刷啊？在那个浴室架子上的盒子里有，挑你喜欢的颜色。
哎，妈，你怎么往我柜子里放这种东西啊？你长大了还非要合租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往家里带人呢？我是这么随便往家里带人的人吗？帅到一定程度可就由不得你了。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？谁知道呢，老天也有眼瞎的时候。总之啊，有备无患。嗯，完了，他那牙刷是不是就都看见了吗？他会怎么看我？会不会觉得我平时老往家里带男人啊？救命啊，我得趁他出来之前把东西带走。万一他没关浴室门，看到我闯进去，岂不是会被当做女流氓？最保险的就是等他洗头的时候。就是现在。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呢就是过目不忘。过目就忘。善良的女孩子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她居然内心毫无波澜，就这么睡着了。真没想到有一天你会住在我的家里，感觉好不真实。明天梦醒，我们还会再见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梦游，梦游。早啊。早。
来了。妹妹，电视机拆拐了啊？对啊，帮我看一下啊。耶，耍朋友了啊？小伙子渗透得很嘛。哎呀，不是金叔，室友，室友。哪个电视啊？啊，对，就是他。昨天晚上他出故障了，修的时候力气大了一点，他就冒了点小烟。那么老的电视机还要修，图啥子啊？这个电视机对我们非常重要，拜托您帮我们想想办法。好多零件都歪了，而且那个牌子早都停产了，硬是要修，那我只有叫我兄弟抬回去告一下喽。哎，慢点儿，古董机摔了赔了赔钱花不着。金叔，这电视修好得多久啊？难说，起码小半个月了。到时候弄好了给你打电话。哦，行，哎，你慢点啊。啊，好。这么久啊？不如这段时间你就先住我家，反正你也没钱没地儿去。主要是我穿越的太突然了，我又没带什么换洗的衣服。买，我给你买，现在就买。好，那就算我欠你的了。鞋子、袜子、T 恤的，好像都没买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分头行动，你再逛逛，我去给你买手机和电话卡。好。嗯。不好意思，我那个朋友他马上就来，我现在我也……我说小伙子，你不买不要站道好不好？哦，不好意思。真的是，不会是把我丢下了吧？那天我离把鱿鱼弄丢只有一步之遥，原因说来话长，就在我单独去给鱿鱼买电话卡的时候，遇到了小孩的两句大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个商场当经理啊。简单寒暄后，他开始八卦，为何我会和鱿鱼一起出现在超市？是他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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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们俩现在搞对象了？同居了吧？没有，别瞎说。你看看你脸上都有暗黄肌了。昨天晚上你们俩干嘛去了？真的有吗？然后他带我来到了自然堂，推荐了我这款专门针对熬夜暗黄肌，有三大黄金成分，具有超强抗氧化功能，让肌肤时刻保持好气色的小紫瓶精华。肌肤时刻好气色。哇，你的皮肤好好啊。真的吗？就像果冻一样，然而忍不住想要一口。嘿，太夸张了，这个效果真的这么好吗？有男朋友了吧？男生女生一起用还能增进感情哦。男朋友，你看我的熬夜暗黄肌都不见了，你真的太贴心了，不愧是我的满分女友。太过了，一看你就需要，拿着，哥送你的。谢谢大脑，不愧是中国好邻居。嗯，还需要什么？自己再看看。好啊，好啊。那个谁还在等我呢？我先走了。哎，重色轻友。哎，哥哥。嗯。你背着这个画板干嘛？我是学美术的，打算考美院。你会画画吗？不会。
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教你啊。嗯。我们之前呢，先勾勒出整体的线条，然后再精心的上上色彩。整体出来之后，是不是更加的丰富了？你一定想问，在我们现实情况当中是没有这道彩虹的。美术呢，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件事儿。只要在符合情境的情况下，加上你心中所想，那便是最美的一幅画。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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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天呢，要把所有的设计图都准备好，客户要来公司开会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下周才开会吗？哦。客户刚给我打电话，他觉得给的时间已经够长了。不可能啊，那剩下的图今天之内根本画不完。能不能画完呢？那是你的事儿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就自己去跟客户解释吧。没事吧，姨？他就是在故意整你。要不你去找 Chris 说一下。你不用，明天就明天，我要让他知道。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，根本画不完。怎么了？都十点了，还有这么多，我就是用四只手也画不完。早知道我当初就不该催。说不定两个人一起画，可以完成。这大晚上的，我也不好意思找同事帮忙呀。在画画这个领域呢，我略懂。辛苦了，来点精华吧。要不我帮你抹。多激动！他说，他就没见过能够如此完美结合他想法的设计。然后这个客户呢，就非常激动地拉着我的手。没想到你们公司还有这么厉害的原画师，之后我们公司的设计就都交给你。你是没看见，您现在的表情。其实，要不是你，我都没想到客户会这么满意。底都是你打的，我只是帮了个小忙而已。那你很早以前就开始画画了？我一直在学画画，后来等到高中的时候开始考美院。那你高中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儿？特别的事儿？比如说，见义勇为、路见不平、英雄救美什么的。哦，我记得初中部有个女孩被人欺负，我替她解过围。那然后呢？是不是之后送她回家了？嗯。那你送她回去是不是喜欢她？就是家离得近而已，就顺路嘛。
来变成什么样？那有什么好奇的？你怎么这么好奇啊？这不就是因为，其实我就是……算了，过去这么久了，我也不想打扰他。哎，在高中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？没有，平平淡淡的。为了感谢你昨天帮了我，今天我请客，想吃什么随便拿。随便拿。就拿了。一定是膨胀了魔液，都敢来高档超市。你等我。新鲜的样子，拿不动，我帮你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榴莲太重，扎手。吃呢，吃几个钱？啊，吃不消，吃不消。干了，干杯。吃过一整碗的榴莲，太爽！你不吃啊？你吃，给。当大男人吃吃，真是。我过的榴莲就是香。喂，最近的信用卡不能分期了。可是我最近刚交了房租，手头实在是……你说超市能给退吗？哇，双十一大促了！真的吗？哎，自然堂小灯泡面膜很划算哎！小灯泡面膜用的是超细纤维石墨烯微导膜布，就像用美容仪让抗老成分富勒烯高效渗透，敷完提亮紧致，效果超级好。不要不要！哎，我这个给我。哎，活动力度超级大，我帮大家抢啊！哎姨，你不要啊？我刚买过，红油抄手，加量不加价。莫姨你要不要？这有护肤巾免费配送，莫姨你要不要？天平打折，莫姨你要不要？戒糖奶茶买一送一，莫姨你要不要？戒奶。还有半个月才到发薪日，怎么办？喂，你好，你们还需要兼职吗？还不下班？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。坐。就是，咱们公司有没有提前预支工资的先例啊？我家最近，我刚交了房租，又赶上还信用卡，家里又来了个亲戚，我手头上实在是……公司没有这先例。哦，打扰了。但我有点闲钱，你先应个急。那怎么行啊？那不行啊。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你有别的办法还能来找我？那谢谢 Chris 姐，我给你打个借条，微信转账记录都有，你不用着急还我，把自己的生活弄好，等你参加完设计大赛拿了奖再还我。谢谢 Chris 姐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快回家吧。Chris 姐，我先走了。Chris 姐，你先忙啊。Chris 姐，再见。Chris 姐，拜拜。
间有真情，人间有真爱，人间是很值得的嘛。喂，下不下班啊？我助理请假了，粉丝送的礼物太多了，说不过来。哎，赶紧过来帮帮忙，有酬劳啊！有劳务，活多不多？一人够不够？我再带一个，给两份行吗？俩人？行吧，行吧，赶紧过来啊！啊，好嘞。鱿鱼。你好，有人吗？你好，请问您这是招兼职吗？进来。啊？进来呀。哦。身材不错，皮肤好，眉清目秀。招人爱，之前卖过吗？卖什么呀？来，让我看看，你这么害羞怎么卖呀？来，让我看看。你干嘛呀？你们找错人了，我是绝对不会卖的。想走？